好的，欢迎来到实验时光。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小物是，就是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？熊猫哥找茶杯，然后这是全家所推出的产品。然后这个呢，是我在我的床上就是找到，就是之前说要拍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拍，然后。现在有这个时间，那就拍给大家看。那当然，这个呢是在2013年8月所制造的，所以这个也是很久以前的了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就来开箱喽。好，那里面呢是长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一只啦。好，等一下哦。那里面呢，拿出来就会有这个啦。噔，然后这边呢有它的起泡袋，那就拿出来。然后它的底部是这个全家的。然后呢，它的图案就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一个这个样子，一个这个图案，然后这边就没有。然后呢，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其实它是非常有质量感的，还蛮重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找茶杯开箱那就到这里咯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下方按赞。那如果还想看到更多这种的开箱影片，那请帮我订阅咯。See you。